洪太太有个拄到，今仔是中元节，诶，阮老伫高雄、屏东沿海地区一挂地势较低诶所在，嘛因为这海水倒灌，就那淹水咯。亲像高雄基丁有诶所在是水是到这大人诶脚底，啊，伫屏东东港诶镇东里，遮诶所，这东金里遮诶所在有那淹水，啊，来往这东港甲小琉球诶船帮，中昼过了后有那停停啊。惊断着水是大人甲菜篮客灌了水回去，啊，搁摊贩断着中原普渡大日子，脚踏伫水中继续做生意。我在这卖三年多，第二次我遇到第二次而已。就是水泛上来。对，还好，就是不会觉得很奇怪啊。透早七点左右，高雄基丁派出所进前，啊，搁临近巷弄较低的所在，拄着大楼水深一度来到成人的脚步。这大沟啊有坑啊，尿出啊。你阵有坑啊，有坑，伊个水会渗入去啊。海水倒灌，互排水坑透袂离，还佫有徛家临近市场，海水混合着油垢流入去厝内，就要等排水机抽了水，才会当清理。屏东东港镇较低所在冒积水的现象，透早五点外水开始冒起来，积水超过十公分。交通啊，学生啊，要上课，啊，甲一寡要上班的，较迄落尔。高屏这两个所在积水，第一早时九点了后陆续退去，不过风台影响嘛逼近。屏东往返小琉球的东流线过道了后无开，31号即时全面停航。今天的船就只开到11:50跟12:00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提早进去这样。欢乐风影受大影响，安全东流线旧景城的停止航线，9月1号刚要恢复，要阁看风影的状况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、高雄屏东报道。